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是主持人了。今天要目标是要突击我王子维王麒麟的背包。现在是王麒麟的背包，那我们看看他训练的时候会带什么呢？水瓶，这个怎么又是水瓶？我很渴，哎，这水瓶是子维送我的。好好好，识别证，识别证，能量粉，金牌衣服，塑胶袋哦，可以耶，塑胶袋很棒。重量的手套跟弹力带吧，这算弹力带。最后一样，卫生纸。卫生纸，为什么带那么多卫生纸？那时候流鼻涕啊。好，这是王麒麟的背包。喂，很棒啊！哦呦，哦哦哦！先从最小格打开。你东西也太多了吧，我的妈！想不到吧？行动充，行动充，但是没带线。钱包、口罩，这个叫什么？湿纸巾。对，用不用储备起来？我零钱包在哪里？我零钱包不见了吗？有啊 ，Amazing！ 球拍，然后都是零食是怎样？合理吧？音响是不是轻很多了？因为音响没了。因为水壶最重吧？水壶。拿钱。卫生纸。铜牌衣服不止一件，有很多件。扇子，各种零食就不一一拿出来了。塑胶袋，塑胶袋是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我觉得最不合理的就是行动充。行动充我忘记，拿起来。接下来是我自己的背包，我有这个是什么？之前留下来的没有用的纸张，威德，就是累的时候可以喝一下。然后我有球拍，球拍还断线。第一个大水壶，第二个这个红色饮料叫肌酸，也是补给的。运动后的衣服，最后一个塑胶袋。嘿，我还有弹力带，自己用完自己忘了，没有东西了。李阳王麒麟王子维的背包突袭结束。